大明高中的毕业美展的主题是明明就很美，那这一次的主题是要展现我们大明高中所有师生团队的艺术设计的精神，还有满满的一个艺术的能量。那这一次的作品呢，总共大约有75件的作品，作品的种类非常的多元，那涵盖了我们整个学生对于社会议题啊、环保议题、永续发展的议题，还有学生个人的一个生活周遭的一个环境的一个体悟，然后还有对于我们周遭城市的一些印象等等。整体偏蓝绿色调是因为是想呈现一种在水下的感觉，对。然后车厢内的每一个东西其实说要讲很细的意义其实也没有，因为其实我画画的时候就只是把当下脑袋想画的东西组合，然后表现出一个画面。我从国中就有开始涉及美术这一方面，那从以前到现在当然就是碰到的困难或者是瓶颈也会越来越多。那这一幅作品其实比起生活上，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无论是困难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它就是有种让我可以体会这段时间的一个比较呈现出来的结果。在这3年我学到了很多，那我原本的绘画技术就只是一些小插图什么的，就是很基本的那种。那在大明这三年我学到了很多，就是绘画的技巧，以及就是这幅是我3年里面最重要的一幅作品。那也要谢谢学校的老师，然后跟油画老师，然后学校给我们这么好的资源，以及那个教育的方式。